黑市都行啊，飞鸿蜘蛛人这张卡值得买吗？值得玩吗？我觉得这张卡还是偏向娱乐牌啊。如果杀人没有被改动的话，他应该或许有一个一席之地。但现在他的体质真的偏低啊，不管或者是你又不断的用加能量手段的话，加战力手段啊，是还不错。但是呢，你花那么多高杠的时间，别人用大战力去压制，别人用大海拉，别人用什么的大牌组，基本上就蛮搞笑的啦。那而且你要去做战力铺场的话，需要一些就是牌需要很好啦，所以我才把它定义成娱乐牌哦、喔。那就是用这套牌去打了这个战局哦、喔。那也有人用小牌流，但是我小牌流玩的话，我觉得玩起来也是玩得非常不顺哦、喔。你不如把那只拔掉，玩起来你就会顺一点哦、喔。这个锁居流我也玩过，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。那这个场地还蛮适合我直接 snap 哦、喔。我觉得蜘蛛这个角色中规中矩啊，他可以玩的牌套路非常多，你可以玩什么？我觉得他其实还蛮万搭的，在这个四费来说，你想不到放谁的话，其实放他其实是还不错的哦。OK， 这个场地，先打一下鲨鱼。Teddy Perry，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蜘蛛流，应该也是啊，没太大疑问的话。加攻击力，这个就有点有趣了。要空过呢，空过打王呢，还是空过好了，秀一下。哦，然后我这边的话，空过打王，空过打王其实没有很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蜘蛛，蜘蛛。那今天比较是因为这是第一天啦，所以我比较算是一个示范的心态哦。目前没有不知道哪一套是最强的，提供，然后。T4下，我T5是，哇，这个有点麻烦哦，可以做事有点多，但我们就，我还有这个给人家误算伤害，还不错。几攻，我这边，哎呦，哇，他好像比较大只，他好像比较强怎么办？糟糕！叮，但我是可以有两只哦。哎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吃掉，然后吃这个，然后再启动，再启动，这张会蛮有趣的哦。然后补一张牌在这。或是又不动，那啥，来吧。我觉得这游戏会越来越复杂哦。那他们这个效果写 clone 体就是复制体啦哦，这个是那个国外的翻法的 clone 就是复制的意思哦，比较好，比较清楚。哦，他想了非常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发什么事了。怎么分裂？坦克没有牌。11。啊，我失误了啊，臭狗。但如果我运气好的话会赢哦。中间走了。啊！哎呀，失误了，第一场失误了。但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。但我知道比较偏向娱乐牌啦，主要娱乐牌不是说他不强，是他可能打不到最后一回。这个做牌其实太明显了，但这个比较有节目效果。来，那魔了，哎呦，那就 snap 他吧，这边超强哎，我这边什么都不用做了。把它顶过去，其实我觉得这张卡很万搭，蜘蛛女孩是一倍卡来说，其实
有一个缺点啦、啊、就如果你是非移动牌非主流牌的话齁，最左边不能放嘛，那其他左都可以一直往右边推，其实是还蛮强的。OK, 打不位。不位。然后打王。那他这个牌应该是有上限，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。哦，这张也可以搭在我们的那个飞鸿蜘蛛哎、欸，说实在，如果他看到他，我有灵感，你还可以放一下，哇，那张其实，但我好像还不太会输哈，哎呦，对啦，抖音来了。抖音来了，看谁比较会分哦。然后打两下，打两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打白虎，或是就不打白虎。还有 Snap， 怎么连续两场遇到同一个牌型啊？这配对机制牛逼啊！啊，被上气了！会控制力量，可恶。我还没输哎，他在想什么？我这移过去，再一次不就完事了吗？那应该撤退了。可恶，那只能看我们只能看对面分裂啦。那启动效果的时候，它不算劫持效果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啊，所以狗也防不了它，它可以直接分裂，是蛮有意思的。唯一怕的就是红色内裤人嘛，那个守护者，他撤了，他应该是要撤了，他没有什么，除非他预痕下来，那是有点浮夸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什么牌啊？银蝶。哟，哎呦，奥丁来喽！咻咻咻咻，我是否够格？咻咻咻咻，哎，那其实那个反光树刚才可以换成那个，其实也不用换了，不一定要换。但他让我有这个灵感哦，一蜘蛛，一移动蜘蛛，二放这个锻造值是感觉是可以玩太好牌的。好，碍于刚刚那套牌的给我的灵感哦，小牌流的话，我玩看这个小牌飞鸿蜘蛛，看看有没有比较有趣一点哦。我觉得两套的打法不太一样啊，那这套牌可能是比较容易打到最后一回合，因为我自己很多人应该知道，我应该很蛮注重魔方率的哦。我刚刚觉得那套牌感觉是头铁跟我撞才我才赢得了的。对，来 ，OK， 安吉拉。安吉拉这个点位还不错，咻嘣，这个最大能量是还不错啦。对，我可能要抢，我会这样子打，好像失误了，但应该是还行。咻，抢到。过去一回合大爆发，感觉可以 snap 他了。这个抢巨人还蛮有意思的。锵 ，OK， 最大能量，你要怎么跟我斗？我就不断的锵锵锵锵锵锵，锵锵萝卜头，啾啾啾，然后这两张加工，基本上你们。猫头鹰没住在二十攻嘛，他应该是，不太能做什么事情的。那这个他这套牌型应该是有带万磁王，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了，现在还看不懂。十五攻的这个有点难，但是我有能量优势，我可以做事情非常多。我会直接把它踹了，直接踹了，我这样子也好，那也没得做事啊。要学会统治力量。不不不不不，
六，阿里瑟姆吗？那是阿里瑟姆。十六宫，十六宫有点难打赢哎，说实在。这样子吧，他踢我，我还是有机会赢吗？不好说。干嘛？看不懂。啊！哎呦，他跟我说他是阿里瑟姆，哦，真的是笑死。好，开启我们的俱乐部。这边的话还不错。要疯狂开养。这边是那个战争机器流。哎呦，这个场地恶心啊！恶心啊！我想要分开放，反正我迟早都被移到东西去。喵！哎呦，玩战争机器哦！看这样子，17就是战争机器了。哇！要哪个费用？这边有点不舒服啊。唱歌。哦，抢到了。哎呦，感觉挺好的呀。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这张牌。攻。哟。OK。他也是挺追的。哎呦，跳个费，连奥丁，但是怕他是他移到中间，麻烦很多哎。哟，不过，暴风与我手。现在他有一张次元行者，我头有点痛啊。分裂。先分裂吗？然后打一张白虎。然后这样。等这样了吧。啊，次元行者就炸了，说实在，看来是没有。末日已主宰一切，哟！而且他是从场地里面跑出来，说实在，好笑。拿下！我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又是打七 T， 但是这个打七 T 我好像还蛮强的哦。交换手牌，可以作秀了，可以作秀了，可以作秀了。啊，他怎么感觉跟我同一家人？感觉是同一家人呢。他也是魔剑客，准时开魔。帮你换，你不换我换，那感觉现在只要养一只就好了，那就直接下来了吧。反正我奥丁来，冲浪手，那魔拉加十攻。
然后我等一下会在右边补一张牌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哎呦，他也很大只哎，他是要拍抖音是不是？拍国德。我会比较倾向于这样子。来吧，哇，好大只啊！分裂，那个先泼水，再分裂。那这样会赢吗？我觉得超怀疑人生的。来吧，哦，我是否够格？不够，我目前觉得这张牌偏娱乐啦，哦，我觉得偏娱乐，因为我试过好几个牌型，只有这套比较顺一点。主要是说四能武功体质太烂了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如果杀人那个时候没被nerf的话，应该是蛮强的，但现在就感觉怪怪的。好啦，那可能未来搭乘其他蛋的开发吧。这是第一手的星用蜘蛛，但是还蛮有趣，蛮可爱的。拜拜。